变成了法律的七星级的，因为呢就好几次调查网汽车旅馆发现说绝大多数的店家里面有两台床铺双人床，住着一位叫做陈建明兄，一位叫郭兴，还有两台小便椅子兼小床铺、洗手台、厕所，哎呀，按摩浴缸，浴缸的外面一大片树木，简单的沐浴设备。紧急逃生路线图，我们这一栋是三字头的，这一栋一字头的有时间，二字头的大概也有时间。这里是最贵的房间，假日七折3180，最便宜的七折大概是2080，平日六折是1780，最便宜的。汽车旅馆外面可以停一部汽车，不错的是还有两朵鲜花，两盆鲜花。